个人有线电视台所制作的分开这片土地，得到今年金石奖的光荣，全国界拢爱纷纷祝贺。官府新闻处长张凯杰，以及到市长谢淑阿，也拢前来嘉莲打红本恭喜。因两人拢对嘉莲愿意投入资源，将婚姻的水甲婚姻的好，报上给全国朋友了解。这款企业奉献精神，真值得肯定。嘉莲董事长柯英祖嘛代表公司，感谢政府单位的鼓励。106年金石奖气编奖。得奖者王真心、李嘉山、向云开这片土地。今年上个有线电视台金石奖张进行颁奖典礼，嘉莲有线电视台所制作的分开这片土地得到最佳气编奖的奖项。这项好消息传出后，各界纷纷祝贺，婚礼馆政府也派员来恭喜嘉莲得到这项最高荣誉。那我们非常恭喜哈，那嘉莲有限公司哈，因为云开这片土地啊，获得最佳金石奖哈。那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精神，就代表企业愿意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投入这么大的资源哈，这种精神是值得赞许的。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一个抛砖引玉的方式哈，让我们的云林被更多的人、更多的地方被看见哈，那看见云林的美、云林的好哈。对国府的热心，嘉莲当时对柯英祖也代表全体员工感谢各界的热情。非常感谢处长代表我们县长、副县长来给我们大工作了哈，这是我们的殊荣。我们觉得也很感恩的心啦哈，因为我们有今天县府对我们的帮忙也是很大，所以在一并向我们的县政府、向云林的乡亲感恩跟感谢，谢谢。另外，到了市长谢淑阿听到这项好消息，也伫第一时间来嘉莲大红本祝贺，肯定嘉莲的婚姻新闻网多年来对地方的贡献。这次啊，非常的欢喜的是讲，我们嘉莲电视台能够得到这么一个非常难得的殊荣金气奖。那嘉莲的再恭喜哈，对咱婚礼的乡亲来讲，不可无日哈，无此君。那么看到嘉莲的这个新闻报道哈，拢困未去。那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平台，把咱婚礼的美丽跟哀愁哈，可以让全国诶在和平玉龙怎样，甚至我们的当局也可以发现说，我们当地因心因格的事项，所以讲哈，这真正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平台。今年第17届金石奖，全国的有线电视台总共有340件作品参赛，这项金石奖是有线电视台节目的最高奖项。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。